你挖了18年的野菜，他养了18年的鱼，你图什么？总有一天，他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。明白？小吴，他是谁？哼，既然被你看到了，那分手吧。宝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 干什么啊，黄脸婆！女人还是要先爱自己。这个粉刺私密，延展性好，痘痘和丝丝都能遮盖住，而且你再用这个蜜粉给它定一下，妆效就跟抹了皮一样，控油效果也不错。 这么好用，贵不贵啊？不贵，才几十块钱，喷一发刺呢。这个送给你吧，我们走。婷婷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不要管他，我们走。